随便找个5×5的格子做棋盘，两个玩家在方格里轮流写 S 或者 O， 注意每个方格只能写一个字母。当某位玩家落笔后，横竖斜连成 SOS 时得一分，而且还能继续多写一次，像这样。当方格写满字母时，游戏结束，连接 SOS 多的玩家获胜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求救棋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多说一句， SOS 是国际摩斯密码的救难信号， SOS 翻译成摩斯电码最好记，三短三长三短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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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SOS 不是任何意思的缩写哟。乌鸦的朋友们，看到这个规则是否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当然还可以玩特殊棋盘哦，比如这样这样，这种在原先游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，就会让游戏变得非常有趣。纸笔在手，随心玩，脑洞无限，乐趣多哟。